三恶道，又名三恶趣，又名三途，为一切众生造恶所生之处啊，故名恶道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道，叫三恶道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曰：以诸欲因缘，坠堕三恶道。念老解释说：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，是为因；外面呢，攀缘欲尽，是为缘。以此因缘，起念造恶，终堕恶道。《法华经》里面呢说得很好，啊，注欲，经论通常讲五欲，啊，五种欲望：财色名食睡。也常常看到啊，七情五欲，啊。七情：喜怒哀乐爱恶，后头有个欲，那个欲就是五欲啊。那么这都是众生无始劫以来所缘的心啊，能缘的心，这是因。外面呢是境界啊，境界就是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五种，这是缘啊。起心动念，缘无欲七情啊，这七情无欲，那么这个因缘就会起念造恶啊。恶有大小轻重之别啊，这个堕恶道，受苦有轻重差别不同。恶业里面最严重的是无逆受恶，啊，在过去无逆十恶业了，有，自古以来有，不多啊，很少见。现在无逆十恶了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，感召来的是苦口，现前所受的苦，身心不安，人多烦躁，啊，这是今天社会普遍的现象。伦理道德这些规范没有了，
中国维系几千年的传统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现在全都没有了。果报现在面前，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眼前是花苞，来世是果报，果报就在三途。花苞不善，果报就可想而知了。